我也没有太大的印象，因为吃完那碗羊杂，我实在不想吃第二碗。啊，但是呢，在山上就是这样子啊，有什么啊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然后路上的草啊、花啊，只要你认识的，摘一摘都是那个菲律宾的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智慧啊，这也是东部人这些人生活的，除了我们要种给人家吃的。很多人都去那边拍照。嗯，一边是亚洲，一边很多嘛，长在路上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其实我们不要说。